你前几天去上了这个岩上光事件嘛？你觉得自己在这一场里面表现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很希望他2024这一票可以投给你？啊，那个是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。柯文哲要跟我政治联姻的话，哦，那我这个死了算了，我宁死不屈，我就要跳海以死明志。柯文哲岩上边婚礼，谢龙介床边撒花，王世坚政治联姻宁死不屈。柯文哲的爸爸跟我是同事，所以有时候都捧个场帮他拉拉收视率，就这样，大家佛君一笑，大家笑笑就好了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文哲勉强相许。小编以为1月7号是岩上来者，没想到啊是世纪婚礼。芙蓉王这段虐恋等了8年，咱们终于等到佳偶公开。每买到1450的幽默票价，还是可以小磕 CP 啦。各位勇猛的战士们，准备出征了！你们准备好要一起来作奸犯科了吗？你说你是科学家，我是弓箭队长，有一段时间我在你们队在被你看到，不过你即使烧成了白骨，我完全认识你，但你本来就是一滴白骨。等到有一天你被民进党开除的时候，请来参加运动。无论疾病健康，无论贫穷富有，都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着王世坚先生。哎，勉强同意。答应了，新郎被交换信物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以前在议会哦，每次都是你送我礼物，这一次我自己要主动要求一个礼物，2024总统投我一票。一生只渡一人的龙介仙也是见证人，都说北柯见南龙德，如果连赖神都来了，岂不是变成 double dating 啦？我多么羡慕你，总可以。简单来讲，他就是台南的王世坚啊。自诩会用道具，会爱上当地首长，那懂吗？他之前跟赖清德的爱情故事，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啊。他被写成这个 BL 的漫画，在他们出现之前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台南要叫古城。海的男子啊，王世坚，你们知道他看过4次海吗？4次，他如果出传记的话，真的可以叫老人与海。可是他这个跳海不是随便乱跳，都是为了实现一些承诺，对不对？一诺千金，成金至上，是不是这样一点？对。有点迟疑哦。一诺千金，成金至上，这句话留着对老婆讲的吗？柯文哲做爱的时候，你也会送柯文哲道具吗？因为如果柯文哲最后在冲刺的时候，像快射了，要射在哪里？你会不会说 over my dead body？